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，让我为你唱毛毛。到底我们身上都有哪些毛？让我唱给你知道。宝贝，你好，我是江毅。喜欢我吗？喜欢我，就来看变成你那一天吧。好了，什么？年年顺景，财源广，岁岁平安，福寿多。中国艺术报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梁杰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牛年大吉。2020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度过了疫情，和大家一起共度难关。2021年，希望所有人还有家人，所有的朋友都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。哇，好漂亮的奖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杰，感谢第五届金虎朵网络影视盛典给了我这个年度飞跃女演员奖，我会带着这份肯定，继续努力。继续突破和飞跃，努力打磨演技，给观众带来更好更多的作品。感谢观众，感谢粉丝。来拆一下来自迪士尼的礼物，这是一个唐老鸭的盒子，刚好可以放在车上。
抄着，可以随便抓他的脸，戴个小帽子，可爱。啊，还有这里还有一个背带裙，太可爱了，可可爱爱，没有脑袋，可爱，超可爱的行李箱，一个唐老鸭的很小的一个行李箱，拎着这个出去都是感觉自己像一个小宝宝。看看里面都有什么，这是一个吸水壶，我感觉这一套东西真是太符合我了，这很有童心，我感觉拿着它我都变得爱喝水了。哇，这个真的太可爱了，而且手感拿起来也很好，这样的一个唐老鸭的，那应该是还有一个背带可以挎起来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，这简直就是卖萌神器，像一个小包包一样，挎着出门回头率应该还很高吧。这是一个速干巾，就是去运动的时候或者是去海边沙滩上都会用到一个，很舒服的。然后这是两个蒸汽眼罩，真是您的蒸汽眼罩，这样的可以缓解眼疲劳。哇，太萌了，这样睡觉前啊眼睛酸累的时候也可以带一个，可以自发热的那种。哦，还有一个拖鞋，沙滩拖鞋，好看，是一个夹脚拖，这颜色也很好看，小鸡黄。看一下这边是什么，也是好可爱，颜值很高。这是，难道这是一个彩妆礼盒？这应该是个口红或者是唇膏之类的。这是一个橘朵和迪士尼联名系列的润唇膏，真的太会了，这个设计太好看了。这个应该是有颜色的，拿在手上感觉你就是一个小仙女。味道很好，修容粉饼，是一个修容，这边是个唐老鸭的一个20色的眼影盘，哇，全都中我的意，使用颜色比较多，然后有大地色，然后偏大部分都是偏哑光的，然后有几个 bling bling 的金色、银色，这还有一个镜子，我好像拿了一本书在手里，真的是充满了童趣，现在设计师太厉害了。好啦，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下次再见喽。好啦，我也饿了，我很想去吃饭了，那今天呢就到这里吧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然后明天敲重点，明天6月17号变成你那天中午12点就要开播了，中午12点先去预约上，然后大家也要支持燕归西窗月，也马上就要收官了，还有支持双世宠妃三，然后双世宠妃三也在开超点了，希望大家都去支持，多多支持我的新戏吧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到这里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希望下次会很快再和大家见面吧。拜拜，谢谢大家的祝福，拜拜。